历经一年田野访查编排制作的旭日初升 Obunoko 一道美丽的曙光主题乐舞，将高雄茂林区 Obunoko 万山部落的文化起源、迁移史以及神石故事传说搬上大舞台演出，更特别邀请 Obunoko 万山部落族人参观首演。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田调，透过这样的采集，我们希望把最真实的留在这个地球上超过1000年以上的原住民各部落的故事都能够把它记录下来。乐舞剧不仅述说 Obunoko 部落的文化历史，也呈现碎石立法、穆拉邦姆莱祖灵祭以及家族祭仪、穆拉米纳哈尔神石祭等传统祭仪，并全程使用濒危的 Obunoko 万山语，让部落族人既惊艳又感动。把这样我们的语言讲得很溜，讲得很好，真的我们备受感动。当然这个他们的这种用力的表现，把整个把我们的这个歌跟舞和跟曲呢都呈现出来。万山它不仅仅是濒危语族，它也是目前全国人口数最小的一个部落。把歌舞语言保存之后，可以让 Obunoko 的历史能够在我们的土地继续的来被看见。你们年轻人还是记住要好好的学我们 Obunoko， 主动的学习，勇敢的讲出来，让我们的万山的语言能够持续的发展下去。Obunoko 族人用传统歌谣表达谢意。Obunoko 一直来自旭日东升之地的人，是 Obunoko 万山部落名称的由来。云雾发中心将歌舞剧以旭日初升 Obunoko 一道美丽的曙光来命名，除了传递了影像光明希望的意涵，也希望以艺术文化带给众人希望与祝福。原是新闻歌手。